我是 Nico， 我这一次呢要分享的是针对肌肤保湿的商品哦，品牌是维格，他们家的商品呢还蛮多，有针对于各种肌肤设计的商品，都是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哦，所以我才放心的分享给你们大家。其实在不管任何季节里面，保湿这个步骤是真的非常重要。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呢？就是不管做怎样的肌肤保湿，可是就是保湿都没有效果，就是擦了再多肌肤还是一样很干。还有呢，我自己呢是敏弱性的肤质，所以很容易会有红痒的问题在脸颊这个部分，它脱皮也是会有，尤其是在鼻翼的部分超容易脱皮。加上我自己的皮肤是非常干性肌肤的人，那上妆的时候就会遇到脱皮的问题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完整的上妆，会脱妆。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非常久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被贴上干妹妹的标签的话，那你影片千万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哦。那它这一罐调理精露的话，它主要的成分就是含有燕麦。那其实燕麦成分在很多宝宝的沐浴产品里面它都是有添加的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女儿，所以她很多的沐浴产品里面我都有发现里面都是有添加燕麦的成分，所以燕麦呢在保湿里面算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哦。它倒出来的话，它的颜色是透明的，它的质地就像是化妆水一样，它就是轻轻的把它拍打在你的肌肤上面，很快就可以吸收了。那使用之后的肌肤是不会黏腻的，而且非常清爽哦。那这一罐精华液的话是采用滴管设计的，使用的量大约是就是挤一次滴管的量，挤一次滴管的量就可以使用整张脸了，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好推运，很水润。它不像是一般的那一种市面上所贩售的精华液，很浓稠很难推匀的那一种。那脖子的地方也不要放过哦，脖子的地方也是要给它擦到，因为颈部是还蛮多女孩子就是会容易遗漏掉。你们大家看一下哦，吸收后进去的肌肤是很透亮的，而且它不会有黏腻感，很舒服，也完全没有厚重的感觉，就很像是敷上了一层隐形面膜的感觉。因为它这一个精华液里面是含有日本多聚体结构特性的玻尿酸，所以呢它让肌肤是更有保水度的，所以可以有效的预防肌肤干燥，还有预防皮肤的干裂的问题。这一罐精华乳的质地非常的特别，刚开始挤出来的时候会像是乳霜的质地，但是涂抹在肌肤上推开来的时候会化成水。涂抹的时候啊，就会闻到有淡淡的香味，那这个千万放心，这个不是化学的香料，这是精油萃取的。那它这一罐乳液的话是植物萃取的，所以才有办法帮助肌肤延迟老化。你们各位没有看错，这里面就是有包含芦荟，因为芦荟就是保湿中的王者，所以保湿里面一定会有它。还有它里面有添加柠檬的成分，所以会让肌肤变得比较亮白哦。正确来说啦，保湿其实一点都不麻烦，只要你选对商品，这样才是对症下药的做法。如果是美白跟保湿这两个，我一定会非常坚决的会选择保湿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你的肌肤保湿做得足够的话，自然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光亮，而且肌肤也会自然的会变得比较白。那做好保湿的话，当然你上妆就比较不会遇到有脱妆或龟裂的问题，或者是遇到气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肌肤就马上亮起了红灯。其实呢，维格的保养品我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分享我的心得的原因，就是它的产品让我摆脱干妹妹的标签。因为我是敏弱性的肤质，所以任何的保养品我必须一定要慎选。那一项好的产品的话，就是有它的好的价值存在。女人爱美是绝对没有底线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
影片的下方资讯栏里面，我都有放详细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哦。那也不要忘记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好姐妹们，一定要记得，女人要多多爱护自己一点，绝对不会吃亏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